芳，你敢知影？咱后生一定要过我嘞！敢有忘恩我这么多年来，都无去追究这件代志？是的，是我的手啊，太软正。我看到你个，你快一点离开，我的心都对恁两个做伙死去。所以我的人生，我都放弃，由咱用厝的安排。结果我出来是害死你的乡亲查某仔，甚至只有可能，阮爸爸嘛是强庙。我真正对不起你啊！信泰，你爸爸今仔卡足侪电话给你，你拢无接呢。后来我就想讲，你常常来遮钓鱼啊，无得家在遮。本来是想要叫晋浩还是阿晨来看卖的，怎知恁爸爸坚持亲身要来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海边啊海风大，又搁遮尔啊偏僻，万不利于恁爸爸身体袂感觉是要安怎？你敢真正忍心看恁爸爸替你遮尔烦恼？哪能为了人生害我失去我的母子？今日陈良是讲丈人对峙，甲所有代志拢讲我清清楚楚。我真正想袂到，王爸会让这款这么残忍的代志发生。我讲过偌济摆，我唔知影。万条万讲，伊要去处理，我就是讲哦，伊是干那要苦劝汪有芳离开，而且迄个时阵，我嘛无证据。用个肯定讲，迄个车祸是伊母出来的啊！你讲这话，我会相信。你为着要得到万家的财的势，爱我甲心结婚，摸唔着啦！这几年因两边合作，他是真心讲赚真侪钱，要唔过你的心讲是用有方尸体换来。我讲过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会叫万条万做出解释的啦，解释够多，伊嘛活袂过来啊！信泰，恁妈真正认定讲恁爸爸心肝就遮尔啊样，咱妈妈看来啊，我感觉这拢是迄个万条万为着要联姻不择手段做出来。你想看卖，恁爸爸若真正为着要联姻，伊牺牲汪有芳伊母仔，当初伊敢会考虑我娘姑？你还会记得吗？你跟新民相亲了后，你就讲出汪有芳因母仔的存在。那个时阵，恁爸爸无马上反对，敢不是？无，信泰啊，爸爸袂为着事业去伤害你上要紧的人。啊，不过那个时阵，我就是讲因母仔已经因为车祸过身去，我嘛足唔甘的啊。我刚才是想讲吼，要让你赶紧脱离这个痛苦，所以我唔才两早替你安排婚礼，换一个爱你的新民来照顾你。反正你都别遐尼痛苦啊嘛。是啊，论资要讲起来哦，是迄个万条换新华的笑偌自作主张啦。唔然还是汪有芳哦，佮阮妈一定要佮我的消息都唔甲人讲。若要讲二十几年前哦，伊是有苦衷的。那安尼五年前哦，伊就是明知故犯，蓄意杀人啦。伊哦是想要害死咱家的人嘞。放心啦，你再等你看，恁爸爸无可能安尼就放伊煞。恁爸爸会替汪有芳报仇。无唔对啦，现在我一定会把伊人接回来，啊，把伊失去的公道还给伊。啊，好，汪有芳哦，在天之灵会当安心，哈、哦。你去布家，这五姓太家教，啊，
你想教伊啥？教伊练笑话？我看富勇若知影讲你安尼已经足后悔，那无替伊找一个好的老师呢？家己的后生无要关心，顶多去关心别人到后生的家教。你即马是食米粉的发烧哦，不乖。噶即马阁是一个老高困，无想讲我是一个老高困啦。我要阁有一个。我早就调查清楚啊。你之前有影用几个养猪甲养鹿，啊，不过即马水水拢走了了啊，就干那纯小查甫朱丽萍。替你生的那个后生啊，即马逐天在甲你养的，你敢知影？这叫做报。先叫你无好好对待咱的小雨，所以即马有即款的状况，只是拄好呢。无是想讲我无好好对待小雨啊？是啊，甲照顾甲多病伊遐尔久，甚至因为一场火灾来亡身。你哪会敢讲你有认真地照顾小雨？伊认为伫火灾中死去的不是小雨，啊，我都安尼认为就好了，改变以后真正去走去找小雨。因为当初呐，我咧拍拼奋斗，我嘛无希望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。回公道回来。那是我有一个安分守己的太太，留在我的身躯边啊，无爱当伫个外口好好赚钱，爱到厝好好还家，敢会发生这款的意外？你讲我无好好照顾我的后生，干那替别人来饲囡啊？你那差不多啊。你走去人个有钱人的厝做家教，你看卖你家个吴新太，大家安尼清心自在，公司的代志完全拢不爱管，甚至你家个不辉煌啊！加加为民撑顶。这关关题唔通拍算。你真正甲万条案哦是亲家呢，用那亲家去提提安判。你若是坐我来，是不就要甲我考试？安尼你就白了讲。我甲你考试是要创啥？我直接甲你讲破。你。甲吴新泰家家秘书敢若是个血不共款，你主要就是要替你生的母家李太子吴信贤破落的。那是吴新泰家己烂头高白上表，跟我什么敌？就算伊真正是烂头，伊嘛是我都坐上王位的烂头啊！啊，你真正目睭金金甘愿看伊安尼一回啊？咱底下西人啊，助理甲王一连资料好归用了。我就知道你想要创啥。我想要创啥？根本你是想要抓一尾头，让飞鸿甲万条万两个人相加。谁知影你的手哦，求了伤难啊！颠倒是先让唐家着，因为王依林下手比你较紧，已经先插旗啊，所以害你甲万条万两个人开始变面啊。人咧讲。先生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讲的就是你。无需要啊，人咧火烧厝，你住边仔欢喜咧斗闹咧。前天这把火啊，是为你身躯顶。无唔对，我甲万条万是已经变面啊。啊，不过你的后生吴信贤的地位，同款会受到影响。因为等到王玉林回来啊，我会当甲你讲。伊绝对毋是你讲迄只虫，颠倒伊是只蛇。伊会甲恁一帮啊，佮万条万的查某囝、佮查某孙啊，夹到老火老地，到迄当阵，伊爬哭就无目屎。叶欢喜林啊，到底有甚物了不起的？你甲飞鸿两个人哦，拢像因讲啊，敢若敢神共款的，敢袂想啊？我甚物时阵讲伊敢若神啊？我只是甲你提醒。你对汪一林根本就无了解。好啦，你唔相信我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武飞鸿啊，伊唔是戆人啊。伊拢讲伊这个金孙是一个人才啊呢，无资源都我都予伊俄罗斯搭起。啊，那是武山集团，伊的资源真正予汪一林落地手哩。我跟你讲，到迄当阵啊，你跪到涂骹要甲洗脚，你根本就无迄个资格。
讲来讲去，你把我一年的消息放出来，就是无希望我跟信贤两个人好过。你若真正刚好信贤吃亏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你无好过，对我到底是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单中生啊，我真遐少年，孙林阁不理解的事，我是做来要创啥？你再跟你讲白，我找你来主要是想讲，咱是不是当合作？咱做伙，甲汪依林还有板桥啊，有无？到时阵啊，武山集团所有主人就是你，甲恁后生，安尼敢是双赢？甲你合作，我来惊。之前甲你合作迄个板桥啊，何止不讲遐尔啊惨？你认为我敢会无见噶？无唔对，我嘛无都保证，我会永远跟你徛同。啊，不过这世界上原本就无永远的敌人嘛，无永远的朋友啊。那是感情啊，咱会当先合作，先甲恁吴信贤啊，饲好大尾。安尼到时阵啊，你甲恁后生就有本事会当跟我发帕拉肯。你也是拒绝嘛，不要紧。你想要给你处理，我拢 OK。来啦，买，你就接受。啊，若是唔买，你就当作我唔捌讲过。只是唔通阁用地甲我破，啊，我足感谢。但两成功都无对，虽然这个人袂当信任的，啊，不过即马上要紧的，就是替信贤找到一个盟友，把伊将来单独信贤那要变面，我嘛还阁有一个安排。因若知影信贤就是小雨，肯看嘛是爱点头，我是个惊喜。你跟我合作有什么样的条件？可以成功给我听看吗？咱只要合作，我会用的中心摕到开发案这个好处。到时阵，恁有信贤，我一定维护伊的天意啊。所以，就算汪一林甲吴信泰因真正去做皇帝，结果嘛是家己养的皇帝。不然。咱双方若是合作，这效果都那是一加一大于二，会当讲是一加一等于十一，两只脚唔只徛会知，你讲对无？这个代志我需要认真考虑啦，而且我嘛要听信贤的意见。阿爸你啦，我先回去啦，咱大家再保持。哪里好哩啦？我都无送啊，顺行吼。阿晨，你敢慢走？我甲陈长胜想的同款，先甲李少爷的脚步站稳，比啥物拢重要。即摆就是惊陈长胜比李少爷站稳进前，先抽脚。我等到唔行，但中心先抽卡，还信贤叔叔，真正敢安尼做，死狗，但中心家己一定会后悔。咱先回去啦，我再搁好好想看。是。